画这个简易图，四块电瓶，正负正负正负，然后中间给它连到一块儿，连到一块儿的话，就是这个负极连正极，负极连正极，负极连正极，然后这个剩余一个负极是48伏负，这个是48伏正，然后呢，这有根48伏负，这个是共用的一个零线，也就是负极。然后从同一块电瓶出来的一根细线是12伏的正极，你让它找一下，机器里面应该有三根线，48伏的正极是粗红线，48伏的负极是粗绿，这应该是一个蓝线，然后那个12伏应该是一个黄线，你让它找一下，我那个单词怎么写？应该是 red， yellow。然后这个哎哦哦这个是 yellow， 这个是 yellow， 然后这个是 blue， 这几个线色你让他看一下。